跟阿姨说，明天晚上你要小心，为什么不回家？ 如果你把我说的话告诉别人，我会一口否认。他不回，跟我在哪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个很简单的东西，你应该晚上在这儿。好好想想，别撒谎。往后再有人问起啊，就照今天说的，你值得班，你打扫房间。报社采访我，我就是把情况如实给说了嘛。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女儿说的话？你是不是犯过事儿？你跟我说说呗。来这个地方都二十几年了，我什么没见过？不让你蠢，叫你蠢！小薇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回家吗？ 是通往哪儿了呀？